Hello， 亲爱的小伙伴们，看了我这么久的赶海视频，您是否对大海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？还没有来过大海的朋友，是否对大海也有一些向往？浩瀚的海洋呢，哺育着形形色色的海洋生物，这其中呢，有闪闪发光的虫子，千奇百怪的鱼类，还有硕大无比的巨鲸、珊瑚呀，千姿百态的海藻，还有至少有一亿年的龙鱼。当然了，还有许多呢，是我们现在还叫不上名字的海洋生物。可见啊，大海的生物是非常丰富，它们生活在这熙熙攘攘的海洋大家园，难道我们人类就忍心去破坏它吗？所以呢，我希望每一位能来到大海的朋友啊，千万不要乱丢垃圾去污染环境。我觉得呢，只要我们人人做出一点贡献呢，这个世界呢就会改变很多。谢谢大家。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